待会儿跟 Jacky 约会去哪儿好呢？我很快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好，你别再想我。哈哈。姐。瑞瑞，哎，我和波波今天周年纪念日。啊。你帮我照顾一下小宝啊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们约会我也要约会啊。猴子，猴子，哎，别碰，小心他打你。嗨。啊，今天可能得带上这个小拖油瓶了。你以前就认识我。完了，看来今晚是没戏了。不行，我要打苦情牌。对，我是有目的的。其实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从见你第一眼开始。不过之前因为有林家的关系，我也不能直接跟你说。而且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喜欢我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样我就能早点注意到你了。舅舅，我去尿尿，你们继续。喂 ，Jacky 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平时你在公司都走1000多步，你今天怎么走8000多步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做了宵夜，要不我给你送过来好不好？今天就不了吧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哎，这。工作吗？别事儿，你不会要走了吧？我还想去王子衣橱呢。王子衣橱什么鬼？那就走吧。每一个男孩子的内心都有一个王子。王子衣橱能让你梦想成真。你是什么王子啊？王子不都一个样吗？
女的才分这个公主那个女王呢。他是灰小子。挺符合你的气质。老派，现在的灰小子，聪明又勇敢，独立又坚强，根本不需要等公主来拯救自己了。